天我们出去玩耍，然后现在在我姐姐的车上，我们现在在从 Coventry 开到叫什么名字 Royal Lamington Spa 的路上。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，开车只要一刻钟大概。然后但是呢，鉴于他是新手的原因，我们还是很紧张不过马上就要到了，然后过后到了那边，现在其实已经下午3点钟了，我们今天起的实在太晚了。然后到了那边，我们应该就会找个地方去吃个下午茶，然后随便逛一逛就去吃晚饭。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不好，在下雨，然后还刮风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大表姐正在展现她惊人的停车水平，完美哦，完美，一次性就停到位了呢，是倒车入库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但是呢，哎，我今天真的好丑哦，为什么？但是呢，那家店真的实在是太有名了，就是吃下午茶那家店，所以他就没有位置，他叫我们等1到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很绝望的跑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另外一家这里很有名的卖糖的店，叫什么名字啊 ？Fat Mumu， 然后给他看一下。对，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糖，但是他们对糖的审美好像有偏差，都是齁甜齁甜。啊，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糖粉吗？这是吃的吗？这是吃的。它不会是用来冲的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有那个啊 milk chocolate， 我猜的。你看一下，这是蝙蝠形状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倒说不定吧，这个是唯一符合我审美的。但是它可能就花生糖，一层糖浆很甜，要不我们买一点试一下？买一点点。还有什么？哇，它这好多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总算坐下来了，但是刚刚那家下午茶店依然没有给我们打电话，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吃东西，我们都要饿死了。然后我点了 flat white， 好，我姐点了 double espresso， 不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多，感觉量有点大，看上去像 America， 对吧？我有点吓到，这杯 espresso 喝下去今天不用吃，要睡觉了，不用睡了。然后点了两个。研究出来了吗？啪啪啪，肯定不是这样子。这家是喝 cocktail 了吗？好像没有 Indian restaurant。看，算了 ，take away。给大家看一下雨下的有多大啊！真的是，雨带就算了，关键是风大，就是一阵妖风，就像每一个日常的在英国的生活一样。大表妹的伞已经牺牲了。我已经在路上把伞都扔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回考文垂的路上了。今天实在天气太糟糕了，然后想吃的都没吃到。我们决定下个星期再战，然后下个星期要提前订好座，把两家都吃一遍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对吧？对。